放心，你听我说，以后我一定按照保安的规定严格要求自己。今天正式的向您赔礼道歉，对不起啊，李婶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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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行，那今天我也正式的向您赔礼道歉，对不起啊，刘大爷，我打错电话了。于小脸啊，你还能干点啥？啊，最近工作怎么总心不在焉的呢？电话打错，快递快递，你给人拿错，你还能干点啥？不是田经理，你不知道我，我爸上个礼拜调沟里了。你说我给他打电话，我就问呢，我说爸，你有事没啊？他这口口声声说没事没事，你放心吧，你好好工作。他越这么说，我心里越惦记啊。你这是你早跟我说呀，你这样，明天给你天假，你赶紧回去看看你爸去。谢谢，谢谢田经理。小脸啊，以后这个快递啊，必须得本人签收，千万别弄错了。放心吧，田经理，我以后绝对把这
千万别弄错了啊！好嘞，你忙吧。既然我的动作他也会，咱今天好好站岗啊！我站好最后一班岗，明天我有脸见我爹呀，对不对？老同学，哎呦我的妈！这家伙啊，朋友们，上眼看一看呢，这以为李远来了一个喘气的大元宵就上台了啊？这咋的？走这两步还把馅儿整出来了？这是黑芝麻馅的，这是。我跟你说啊，作为董事长的司机啊，要随时随地都注意形象。哎呦我的妈，装啥呀？不是你这回来干啥来了？啊，你说我想起来，那个这个啊，放你这儿，老重要了啊。这个放我，你看我这东西哪个不重要啊？还非得这个东西重要吗？这是我们董事长从外地寄给小米粒儿的。董事长。啊，一会儿小米粒过来取。你说的那个董事长是田笨笨他爸给送来的？该问的问，不该问的别问啊。我就纳闷，你说我这好奇，你说这里边能送的是啥呢？你这总之好的寓意啊，好的兆头，好事将近。行行行，哎呀，这家伙还家整的挺会嘴词儿。行，我不跟你说了，行，不用急，我走了，快走吧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还这啥这嘴儿，好的寓意，好的征兆。妈呀，好事将近。一小脸，一小脸，一小脸。我刚才看见你同学了，人家摇头尾巴晃的，哭嚓，把我插画本里边重症了。哎呀我的妈呀，哎呀，我快递呢？小倩啊，啊，你先别合计快递的事了啊，研究研究你当伴郎的事吧。于小脸啊，恭喜你啊，有情人终成眷属。不是我结婚，谁呀？田笨笨。田笨笨要结婚了？对，太好了，小米粒就属于我自己了。他跟谁呀？小米粒。谁？小米粒。哎呀，我说命运呐！撒手，撒手了，还跳还跳。啥时候事儿啊？就刚才，领证啊？那倒没有，但是他爸派司机给送聘礼来了。聘礼搁哪的？这儿。这不就是快递吗？啥快递呀？没看见那我的同学吗？这后老棒那个，在树里那个，就他说的。那家伙，好的寓意，好的征兆，田笨笨和小米粒儿就好事将近了。没事儿，好事将近不怕。不没结婚的吗？啊，没结婚就可以公平竞争。
他东西是不是？对呀、啊，我把他撇了。你上一边去。你把人东西撇了，那叫公平竞争吗？那咋整？咋整？才咋整？再说你在这撇了，我跟你说，那不赖我吗？到时候我得赔呀、啊。那、咋整？别慌，别慌。我跟你说，凡事老爷们要冷静，是不是？那、我看看，里面装什么玩意儿？你这是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吗？打开看看，你当你的快递呢？那是那不犯事吗？啥呀？咋的了？不是，咋的了？有人动静，啥动静啊？有人唠嗑，唠啥了？没听清，这他们好几个人在里面嘟囔呢。啊？不是，那里边是啥呀？小张，啊，你头大，你上，你看什么玩意儿？我可不敢，我不行不行。你这么的，你在前面走，身为保安我还怕他们，我还来，我保护你，来，你上前面去走，保护我是吧？走，走，站，你干啥呀？心大胆，吵着啥？我吓唬他们呢。告诉你啊，我们外面俩人，我都不怕你。小脸，你能不能别喊了？啊？这不有眼儿吗？咱俩仔细瞅瞅，看，看着没？有头发，好几个有头发的啊！站！哎呀你妈！哎呦，又咋的了？跟我玩埋汰的，玩埋汰的，咋玩的？往我眼睛里吐吐沫，咋吐的啊？咋吐？这下给他牛的，还抱膀吐的，在这儿。知道啥了吧？到底是啥呢？核心，核心，干啥？吐吐沫，吐。核心不就吐吐沫吗？气死我了！还有，那腿上有毛，不就像头发吗？完了！送河蟹了，他俩指定成了。你这是真有意思。那怎么送河蟹，他俩还能成呢？送河蟹，好的预兆。啥预兆啊？八条腿就是抓，两个钳子往家拉。这不是他爸派那个河蟹把小米粒抓回去吗？要你这么说的话，他爸应该是老龙王啊，他爸呀。这样才能派鲜卑信将来抓他呀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咋整？你先别着慌，别着忙。你看看我给孙悟空打个电话。我让他去，我让他去，能不能别开玩笑了？我让他去老龙王那去闹海去。看看哎呦我的妈呀、你能有点正经的不？咋整啊？你给我显眼招啊！你倒是啊！别慌，别慌，别慌，稳住啊，稳住啊！小米粒来了。哎，王小畅，你也来取快递啊？哼。哎呀，你跟我横啥横啊？你吃降药了？上一边去！哎，李小俩，今天是不是有人给我送了一箱螃蟹？对，老龙啊！去吧去吧，跟他们去吧！这什么玩意儿？你给我气坏了你！你是不是有病？你吃降药了你啊？行了，那这箱我拿回去了啊！站哪儿？今天这快递你拿不走！干啥呀？这是人家的快递，怎么能不让人拿走呢？我不管，今天他指定拿不走。你不，我告诉你，小米粒啊，谁邮的谁来拿。你不行，你这是不是有毛病？我这都有病，别吵了，等会儿拿呀。等会儿，听我说，等会儿等会儿，我给你出个主意，你上楼取个锅，咱就搁这煮着吃得了，行不行？行不行？我煮锅想把你煮了。没事，我们经理来了，别吵了，来呗，田经理来。哎呀，田经理。啥也不拿就走快点呗。哎呦我天哪，忘了。哎，笨笨，哎，你来了。那个，你看这是我托田叔叔帮我带的河蟹。哎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把钱给你啊。哎，没事，你这把这钱一会儿给我爸。哎，等会儿。田笨笨，啊，你爸也太抠了吧？
送聘礼还要钱呢？啊？啥？啥聘礼呀、啊？那小米粒从我董事长那买河蟹不得给钱呢？是不？咋回事啊？不是不是，咋怎么还买河蟹呢？哎，这不我爸不出差了吗，然后那地方啊盛产河蟹，小米粒知道了就让我爸帮他带两箱，这不很多人都让带了吗，一会儿都过来取。小脸搁哪呢？好事讲尽呢，切不要哪呢？好事讲尽呢，我啥时候是好事讲尽了？我是说好吃讲尽，螃蟹再不吃过季了。小脸怎么回事啊？那没用的了。田里是这么回事啊？嗯。他吧，你说那个舌头就不好使，你不赖我没听清啊，就是他抱了一箱来了，完了说要跟你什么好的寓意，完了是要送给小米粒有好的征兆。我合计完了，他又说了一句好事将近，我寻思你们家老爷子。给小米粒送聘礼来了呢。你小脸啊，你啥耳朵啊？啊，听话听不明白。其实啊，我这箱河蟹呀、啊、就是特意为你准备的，等会儿你下了班有时间记得过来吃。不用，没说你记得过来吃啊。小米粒，小米粒，甜妹妹，你信不信在你去他家之前，我把那螃蟹都吃了，壳我都不给你剩。你说说你们俩啊，一个是我的员工，这一个是我爸的员工，啊，就因为你们这瞎传话，闹出多大的乌龙？是，不有句话说得好吗？不怕当面说错话，就怕背后瞎传话。你们俩自己好好想想吧。哎，你瞅啥？瞅你咋的呀？这家伙说话都说不明白。你好，听话都听不明白。你好好练练你那个耳朵听力啊，还有那个口条，啥也不是。谁啥也不是？啊，听力有问题，口条有问题吗？啊！我口条有问题吗？我口条800标兵奔北坡，炮兵并排北边跑，炮兵跨把标兵过，标兵跨通炮兵炮。我口条有问题吗？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就是当保安给我耽误了，要不然我就是辽宁卫视的主持人，你信不信？